我叫刘桂梅，和丈夫钱磊一样，我们都是大货车司机，跑遍了大江南北，行程也超过了150万公里吧。狭小的驾驶室使我们成为彼此最为坚实的依靠，因为忙碌，我们也错过了很多。家庭，然后去奔波，老婆你辛苦了，真的很辛苦。